没有热情，热情在哪里？大家好，好，我是蔡明琪，今年会年底会发片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的关照我哈，记得我的名字叫蔡明琪，谢谢。带来这首好听歌曲，给你一定会后悔。电视上把音乐再大一点。上魂的主殿，聚魂可怕殿，阿弥陀佛，阿迦耶耶。东方天下空，天空中的乌云飞，是白白的天空，天是蓝蓝的。深邃啊，那个就是刻出来的，客气一起原住民啊，我是，我一直都原住民，很会唱歌，你今天没唱真的太可惜了，没有，因为我在你之前我就唱完了不敢在你来的之前我就拖，超大客气。那前我知道明琪老师哦，就是来自嘉义布袋的，对对对，是。刚才呢我们雨静也唱过，哦对，雨静来，你是你的学生，对不对？让雨静唱歌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？刚才我们甜心少女唱好不好听？好、哦、好听，对不对？她从这样的时候就来了，这样子大概几岁？幼稚园不到三哦，还有那就是快速了，快上幼稚园就来了，现在已经变这样了。所以真的，我真觉得就是训练有天赋之外，就是还要遇到对的老师。谢谢谢。然后呢，老师就跟着出唱片，然后这个就是紧张。今年呢要发行我的第三张专辑，所以到时候年底发片之后赶紧集齐，好不好？好。
好，你有在看三立电视台八点档吗？哦，好，恭喜等新郎听到外观，听到我的歌曲要记得支持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对着电视说我看过你哦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等一下哦，如果我们明琪老师有发一些东西，要跟他签名哦。是，等一下，刚我们雨季团有发扇子，我说哎，你们大家拿着就不要给我跑走，等一下跟他要签名。他就是十年后的台语金曲歌后，马上每个过去跟他要签名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五年后的金曲歌后，啊，五年啊，太久了，三年吧，三年。谢谢。对对对，也是要需要大家支持啦，一定啊。我觉得好声音呢，只要你唱，大家都会记住你的声音。是，所以呢，明琪老师问一下，听说你还有在教学生嘛？对对对，我有教学生，台南的，我的工作室在台南，所以。但是录远距的话，像在我们鹿港地方想要学唱歌，我们有视讯教学哦，可以线上教学，就是一个面对面的视讯啊。那视讯就是要教学的话有什么条件吗？就是想要当你学生，你条件就是要很爱唱歌，就可以来参加。真的哈？对。那我要报名，有需要便宜一点吗？哦，你没问题。你要直接来当我们教室的老师了。我不喜欢当老师，我喜欢当学生。OK， 欢迎。对。那呢，老师呢，语气唱好听，老师带第一首只是让大家皮节胖节而已。所以呢，后面还要带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。后面的朋友，你是在冲啊？刚有听到我在讲话。后面的朋友在哪里？热情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后面有一堆很辣的辣妹。有那些辣妹呢，就是也是受过音乐的教育，就是带着音乐过去感染他们。真的，对，所以他们现在被音乐迷惑，很棒哎，他们是摇摆音乐这样子。真的。那主要呢，我们还是喜欢。这边我们这个冰淇淋啊，我们贝拉冰淇淋，我们这一对老板娘，他们就特别喜欢机器单个美改舞。对，他们特别喜欢，听到说冰淇淋是要来，好，他们就在那边坐着听你唱歌，等你的歌。谢谢。然后在座的好朋友也等你也等很久了，真的，不然早就已经离席了。我看到还有在烤山猪肉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不然一般烤完就要走了，那烤完怎么还坐在那里？就是要等你来唱歌啊，不能走哦，一定要听到最后。所以呢，明琪老师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来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，《你脑矿》。三立电视台，我们当时就有在它是乌雅辉的片头曲，所以这是带来这首歌曲《狐狸龟》，希望你来盖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谢谢。